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佛，说到佛，首先想到的是庄严而又神圣的佛像。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佛像有点不一样。初次见面，从远处，无论哪个角度看，都只能看到半个佛头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接下来我为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吧。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佛像是坐落在日本札幌的真居内龙野墓地，整个大殿位于一座人造的山丘之中，山丘表面被淡紫色的薰衣草所覆盖。最为特殊的是，在殿中高达 13.5 米的佛像从天井式的佛殿顶端露出部分佛头，远远看去，整座佛像像被花海所淹没，只有佛的头顶隐约闪现，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和探求的欲望。所以想要探求佛像的全貌真身，就必须要找到进入主殿的入口，然后再经过长达135米层次丰富的过道空间，才能进入佛像所在的大殿的主空间。这135米的过道空间分别是由开场的直道、半封闭的盐水池窄道、直道和封闭的隧道，还有全封闭的扇形隧道组成的。入门的水池窄道给人以洗涤心灵的作用，半封闭的隧道给人以引导作用，全封闭的扇形隧道给人以视野开阔、引人走向内思光明的作用。进入大殿，张尊佛像端坐在眼前，佛头微微含额，像是在沉思。走进大佛，仰望天空，你会发现又是一个新天地，蓝天白云笼罩下的佛像更加的显得神圣而又庄严，这样的设计可谓真的震撼人心，这也是跟我们中国的佛像最不同的地方。一片迷人的薰衣草的海洋，中间唯有微微含头的佛像，引人以无限的求知探索欲望。一座明亮的净水池，一座半封闭、一座全封闭的隧道，在感染人心的同时，又引人以走向自己心灵的方向。驻足抬头观看大佛，又给人一种以向上的力量，扩人心神，引人向上。这样的设计给你以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如果让你来设计，你又会有什么样的创意呢？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，欢迎大家点赞评论，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